聽過唔少嘅真實個案，兩夫婦一同生活，又一齊喺同一間公司工作，往往特別容易產生摩擦，變得互不咬言。不過世事都有例外嘅。許志與趙瑩娜兩夫婦都是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一起在香港管弦樂團擔任重要的位置，近年還育有一對子女，加上兩人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的成長背景，透過良好的溝通才可以做到現在這麼和睦溫馨，聯逢和鳴。許志與在加拿大長大，17歲在加拿大音樂大賽贏得第一個重要獎項，之後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獲得音樂學士及碩士學位。趙瑩娜在北京出生，自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之後到德國升學，獲得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音樂學士及碩士學位，又在意大利安德烈亞鮑斯達薛尼國際小提琴比賽榮獲首獎。兩人都曾經加入多個樂團，在2010年前後加入香港管弦樂團至今。剛才你們就演奏了 Shostakovich 的雙小提琴鋼琴小品第一首前奏曲了，那為什麼選這首作品，以及觀眾要留意什麼呢？ Shostakovich 這首是我們一直都很喜歡的一首兩個小提琴的曲目，其實都是一些film music，後來他的 assistant 幫他改編成兩個小提琴和交鋼琴一起，一直都是我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那兩位都是小提琴家了，你們是怎樣認識的呢？我是在德國認識我太太的，那時候是暑假的時候，可能大概一個月，我認識了她之後，我是要趕回來，剛剛我是入到 Hong Kong Phil， 後來我才是搬了過去德國去陪她，然後我們才最終兩個一起回來香港。那瑩娜，你曾經在德國樂團裡面演奏，那德國樂團是不是特別嚴謹，而你是不是因為 Anders 所以走了來香港的呢？對於我來講，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其实不只是小提琴家或者乐器的那个很在行，其实他们已经拉了多少年 opera， 因为通常 opera 的乐团呢，就是你拉大概四五年可以把所有的 opera 都基本上拉过一遍，那他们有的是拉了很多很多很多遍，所以其实不只是对他们自己的那一个 part 特别非常在行，其实他们是对指挥的 part， 对唱歌的 part， 对所有什么时候会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他们都是非常在行的。同他们一起合作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哦，我其实又兴奋又紧张，其实是有点没有想到我是可以考上这个乐团，而且是这个位子，我是那个 second violin co-principal 的位子，我是全团里最小的一个而且是中国人，
我还要带领后面那么多人，我要带领他们拉这些曲子。但是其实你知道，一个 opera 短的可能要3个小时，但是如果长的话可能要6-7个小时。那这个我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张，非常有挑战性的。点解会选择香港作为家，或者 Hong Kong Phil 去落脚呢？两位，香港其实一直都是我半个屋企啦，咁我成日都翻嚟嘅。咁我毕咗业之后咧就好好彩有一个 audition， 咁我就想去试。嗰阵时系 Alo Duo， 咁佢就非常中意我，咁佢就叫我翻嚟啦，咁可唔可以即系加入佢乐队？咁所以我做咗一年之后，我觉得我系想翻嚟香港发展。尤其是始終我都係想翻屋企啦，嚇陪屋企人啦，冇辦法，因為仍然喺德國，咁所以我就過咗去2年，然之後所以特登叫埋佢一齊翻嚟，咁我哋後屘我哋兩個都係選擇呢個地方，尤其是佢嚟自北京啦，咁亦都近好多，咁所以始終都係有屋企嘅感覺咯，香港。咁兩位訪問就好夾啦，我哋睇下你哋係咪咁了解對方先。瑩娜最喜歡的作曲家是Beethoven。 最喜歡的顏色紅色。最喜歡的食物麵。最討厭做的家務什麼都討厭。兩位第一次單獨看的戲愛情片。兩位第一首合作的樂曲Brahms Symphony。 那現在問瑩娜了，有沒有 Anders 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哇，太多Golf 桌球籃球。他最喜歡的籃球隊是哪一隊？Golden State。 他小時候的偶像是誰？龙珠。佢最中意仔仔、女女定系你呢？我五成系啱嘅。嗱，两位就有一仔一女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佢哋几大，同埋佢哋嘅性格系点噶？而家我女女咧就差唔多3岁啦，我个仔咧就差唔多1岁。他哋兩個好好玩，真係，即係相隔咁近咧，互相有個照應，即係屋企好熱鬧啦而家。咁阿仔出世嘅時候，阿女有冇呷醋啊？佢冇喎，佢反而佢好錫細佬喎，佢成日都即係想錫細佬啊，又想去攬細佬啊，抱佢，然之後咁樣摸佢啊，其實佢好 gentle。有的時候反而會比較控制他對這個弟弟。怎么接触？因为其实我女儿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感觉的，所以很多就是怎么下手啊，她可能不太能够衡量那个力度，因为她很想抱弟弟，很想这样亲她，所以我们反而总是还比较控制她，就是应该怎么抱，怎么到什么程度这样。你两位有没有特别想着怎样去培育你们的仔女的音乐兴趣呢？其实我呢就不是一定要他們學音樂的，但我覺得音樂很重要，即是他們一定要學一個樂器 at least。 我很希望他們學了鋼琴先，因為我覺得鋼琴是可以打好整個音樂的底的基礎，很重要。還有小孩子有易學一點，可以培養他的感情，培養他的 interest。 我就是覺得學音樂是一定要學，因為不只是學這個一個樂器，其實能鍛鍊他太多東西了，包括他小脑、大脑的这个发展啊，非常非常有帮助，就是不是单一的一样学乐器这么简单。咁嗱，佢即将要入幼稚园啦，你想佢偏向拣边一类型嘅学校咧？即系一啲开心啲学校啊，定系传统学校，即系好多功课嘅嗰类咧？我一定系偏 happy school 噶啦，因为我系咁样长大啊嘛。其实我们都是对孩子们最大的愿望心愿就是他们开心。我们两个人各走了不同的两条路，所以在我这里呢，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得到一些我小时候没有享受过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就是战斗式的练琴方法，
所以就少了很多在外面跟小朋友一起跑啊去跳啊这种机会，真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好好的这样 schedule 这样安排好的，所以对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其实。嗯，看他们的自己的性格发展。咁頭先講個 Anders 有好多唔同涉獵嘅東西啦，我睇你屋企嗰啲傢俬好靚，會唔會其中一種你中意涉獵嘅嘢就係傢俬咧？當然都係太太嘅功勞啦，佢嘅品味，我絕對相信。逛家具是我們兩個就是。Yeah.如果是逛街是唯一可以一起去做的一件事，如果我去买其他东西，或者他去逛电器，或者我去看化妆品衣服，一定都是 OK 分头行动。一说看家具看家里的那些摆设，哇，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开心一起去的。兩位都在
乐团工作啦，亦都系非常出色嘅小提琴家。有冇试过因为一啲事情搞到大家互不咬言，嬲咗大家几日咧？我的性格是，其他的生活上是什么都 OK， 什么都可以商量的，但是一提到这个，小提琴专业音乐上面的东西。我是可能就是小时候那种生长环境和学习环境的那种职业病就来了，我就是很咬死不放的，很钻牛角尖的。但是作为我来讲呢，我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管你在外面是再强的女强人，回到家里其实就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妈妈。所以其实在家里我是比较多听老公的和问，很爱问他的意见。咁 Anders， 當你收到太太對你嘅建議嘅時候，通常你有咩反應呢？其實我係好樂意聽佢意見添，因為我一直都好崇拜佢，同埋好尊重佢喺音樂上面嘅見解。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建議，即係譬如你要去演出啊，或者乜嘢之前咧，其實你經常都要聽翻自己做咗啲乜嘢。你所以有第二隻耳朵喺隔離，當然係好有用啦。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有一個非常好嘅即係聽對方意見的一個關係，即係溝通是非常之好的，即係作為兩位夫妻和同事嚟講，咁兩位有冇啲咩發展的方向咧？未來我覺得，尤其是經過疫情啦，咁我覺得好需要去增值自己嘅，而家唔單止係練習啦，咁我而家都放好多心機落去教琴啊，甚至乎去安排一隊樂隊啊，咁樣各方面，我覺得都需要好多幕後要做嘅功夫。咁而我以前係即係冇乜點接觸呢樣嘢。瑩娜，咁你咧？你覺得喺疫情當中，你最大嘅得著係乜嘢？最重要是我可以多點時間陪孩子們，因為如果我們每天這樣朝九晚五的上班，其實他們，尤其是小朋友小的時候。真的每天都在变化，然后他每天都在给你惊喜，所以我正好利用这个疫情的期间，可以多在家里看着他们每天的变化，看着他们每天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你经历了以后，你就不可以再回头了嘛，所以真的是最最最最珍贵的时间。那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没有只在家里看孩子，也做了很多就是云端的网上 online 的那些音乐会。经历这个疫情，让我们就更加知道了音乐的这个真谛，原来其实就是给人心灵上的一些慰藉和鼓励。尤其是当时战斗在一线的那些工作人员呐、医生护士啊，我们就是想利用人类文明最好听的一些声音，然后能够传递给他们心灵上的一个必胜的勇气。咁不如最后讲下，应该你哋会演奏法国作曲家 Leclerc 嘅作品。这个 Leclerc 他是。不仅是法国的一个作曲家，他还是小提琴家，而且可以说他是当时那个时期最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然后你如果听他的作品呢，你发现他其实是运用了很多意大利的小提琴演奏表现手法和这个演奏技巧，然后再融入，他本来就是法国的作曲家，所以他又融入了一些法国音乐的一些那种高贵华丽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你发现他可以把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融在一起，但是却弥补了很多互相的不足，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作品。然后里面可以听到我们两个一提琴和二提琴这样对话，承上启下这样的一个层次，对，是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作品。